今天哈在这边就是环保联盟哈跟社区哈一起来推动这个绿色的运动。那我算是介绍的，我就是台湾环保联盟的算是地方的代表哈，台中环保联盟哈创办人哈。那我又是达伦马克的人，我叫达伦爸哈，我的名字在这里，达伦爸，大家部落都认识我了哈。机会哦，然后好像我们的政策大走了，我们跟那个谈一谈之后呢，跟我们代表啊很多人谈一谈之后呢，我们在去年五月份在这里哈，部落会议在这边召开，然后通过要推绿能，那个这样的一段历史然后就走到后来这个蔡英文总统当选之后，我们每年环保界都会跟我们的现任总统、准总统都会有一次聚会那我今年 的聚会呢，我们社区理事长我们吴建德也是我们这个部落的绿能推动小组的召集人呢，就拿了太阳能板给我们这个蔡总统签名那一天的环保地球日的环保新闻大概这个最显眼的那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就这样，我们秉承七月份的时候在部落的小米收获季的时候呢，我们推了一个绿能这个百分百的那个初级班在座也有很多朋友像那个柏林也有来他们估计一起来粉中粉丝啦始终的粉丝他们来参加之后呢，这个东西在我们部落装了太阳能板在那个外面有个广场我们的大会的时候展示太阳能的这个发电那这个东西呢，让整个部落的人都知道那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今天呢，我们台湾环保联盟透过我们秘书长去募了不少我们的业者，我们换董我们的师董这些人呢，他们呢，募了一些太阳能板来这里来安装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仪式大概是这样由来的那我先把这个前因后果讲一讲这个牵线人媒人果讲一讲之后呢，我想请我们理事长来在地主之谊的请他来致辞，我们欢迎我们陈理事长谢谢刘教授在座的我们经济部能源局的副局长陈副局长，我们环境保护联盟的会长刘会长，各位与会的长官贵宾大家上午好。好。刚刚我们在前段我们上了一些课程那我想代表部落我是我们这个部落的新任的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我们的推动小组有关于绿能百分百的推动小组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我们的福建的也是我们前任理事长我是承接这个我们福理事长来做这个工作，那我们部落会议也经过我们的主任也把这个东西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来推展到我们部落，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方面全力的来做，希望这个东西这个能源在我们的部落能够推展。今天有这个机会在我们能源局的副局长陈副局长在百忙当中代表能源局来到这里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也诚挚的希望我们能源局在这方面给我们多多的指教。那我想其他的话不讲太多，我也代表部落欢迎各位大家随时来给我们部落指教。那有关于今天这个议题
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哈。啊，既然能源局的副局长来了，我们是不是各位也透过这个平台，大家来做一个非常充分的沟通？啊，部落也有几位啊，我们的族人啊，也能够来参与啊，提出啊他们的意见。那我简单的这样子代表欢迎致辞，感谢大家，谢谢。在我们副局长之前，我们代表环境保护联盟今天的这个主办单位了，应该是我们刘会长。啊，谢谢刘教授，能源局副局长陈副局长哈，还有陈哦，都姓陈哈，陈理事长。我来到达鲁马克呢，这一次呢是算第三次。第一次呢是来看那个蔡林市的那个发电厂，那是小的发电厂。其实我在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台湾一直要盖一些水坝，譬如说永丰水库啊等等啊，要盖这个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反对盖这种大水库，因为这种大水库呢，第一个它会影响河川的生态，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说中小型的水库。那这种川流式的呢，是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当然是最好不要做水库，但是已经做了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这种中小型的发电呢，水力发电呢，可以供应社区，然后呢，可以就是说不用外面的电进来，因为外面的电你说什么大林发电厂啊，什么那个电输到这边来呢，那个损失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是要主张用社区的一区一区的方式，然后呢自己来发电，然后能够供应自主，然后全国电网连起来了以后呢，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呢，再怎样，再互相支援，这是我们以前的概念。好，那现在呢，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暖化的关系，二氧化碳的问题，好，地球暖化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全力推动力能，那力能基本上这种小水力就是力能的一种，因为小水力呢，基本上它不是做一个坝把这个整个吸燃起来，它是什么？它是把水引到一个这种穿流式的啊，引到一个地方，然后在河流的水当然会变少啊，河流的水变少，但是它引到一个地方再来发电，那这样的话对生态的影响比较小，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非常高兴来到达鲁马克以后，看到有这个东西以后呢。我们就觉得说，达鲁马克呢，基本上它有这个条件来发展成力能百分百的一个社区，所以在开始我们就开始来规划这个水力发电厂，这个小水力发电厂呢，供电一定是不够我们这个整个社区用，但是我们如果再加上太阳能，现在是太阳能，将来如果还有风能再把它加进来的话，那很可能在正常的情况呢。我们希望这个社区呢，它的自己发的电呢自己来用，这是我们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我们提出来，从去年两年前提出来以后，那当然经过很多的讨论，在经过了这些讨论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政府，尤其是新政府啊，我们能源局，它非常非常的支持，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契机啊，因为。我们如果能够把达鲁马克这个地方做好，那台湾有很多社区，不只是有原住民部落，先从原住民部落先开始做，然后呢，就是其他的社区也一样一步一步来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来就建立成什么？建立成小电网，那就是社区的一个电网，社区一个社区的电网，然后社区的电网呢，再连接成一个中电网，然后再连接一个全台湾的大电网，那这一些呢，他们平常。在没有意外的时候呢，他们的电大部分都由自己来发电。那大部分由自己来发电是怎样？当然就一定是多大部分用力能啊，对不对？大部分用力能。那大部分用力能呢，我们的对于这个地球暖化、二氧化碳减少呢，就会减少非常非常多。那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大电网。当如果说某一个电网它的电不够的时候，我们其他地方可以支援。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能源规划的一个概念。那我相信能源局呢，
对这种想法其实也是非常的赞同啊，哦，因为我在脸书上看梅恩吉也为我们打入马克哈，立了100%这个社区呢，有给我们按赞就对了啊，帮我们转贴了一个哎我们的照片这样子啊，那这个呢，我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经过2年的努力，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但是接下来的努力呢，我们就需要政府的帮忙，那就是梅恩吉的帮忙，所以拜托梅恩吉。这是一个示范地区，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做起来，大家说好不好？好。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感谢能源局的陈副局长呢，今天亲自来到这边，那我们也让他知道说，啊，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是民间团体，我们没有太多的力量，真的做到100%，那能源局呢，能够在这一地方呢。助我们这个社区的一臂之力，然后让台湾呢这个社区做好以后，很多社区都会模仿。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对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呢，我们就提供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呢，各位的努力，各位的努力是我们台湾的标杆。所以呢，让我们立即一起来努力达成力人100%，好不好？好。今天呢，好，非常谢谢我们还有很多年轻人，上个月来这里的营队呢，现在又来了，好，要进阶的营队，好，那我们呢继续努力啊，我们也请能源局呢全力给我们支持，谢谢，谢谢大家。好，那现在请您，陈副局长，我们是不是现在来掌声的热烈的欢迎我们的？陈副局长来给我们讲几句话，谢谢。是的，我们陈理事长，还有我们会长，我们刘介绍人大家午安。午安，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跑这一趟台东，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听到刚刚我们这个。林会长特别讲的这样一些的能源的一些的想法理念哈，我听了非常的高兴哈。因为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我们520新政府上来以后，我们是要大推、大力的推这个再生能源哈。所以能源局为了再生能源的规划，真的是确实那个目标非常的大，就是我们要在2025年我们要做到20个GW的太阳能的这样子的量哈，是非常。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哈，去做一些的规划哈。那刚刚刘会长讲的非常对，因为我们未来的能源的这个供应哈，希望能够走分散式的，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所有的电都进入台电的系统，然后我们北部的电不够，南电要北送。那这个线损的损失啦，哈，都是大家都关心的哦。虽然我们的线损做得非常的好，我们都是低于5%，可是即使是3%也好，4%也好，也都是损失了。好，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各个地区能够推分散式的能源的供应，会减少我们的一些的线路的损失哦。这个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做到的。那么今天我们听到我们这个组，我们叫做达马克组，卢凯族，是卢凯族，所以是达鲁马克部落，今天也学到哈，真的是跟大家学习，因为我们也非常高兴今天也来学到我们的一些的我们的这个部落的一些的文化哈，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希望我们的能源，未来的能源能够100%的用再生能源来自给自足，这个想法我们是非常的佩服，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哈。那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的太阳能的条件，风能的条件，然后我们又有水利，那确实如果能够满足这个部落的一个用电需求哈，能源局未来。会全力的协助，会全力的协助哈。那不管有什么问题，在经费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技术上面，希望我们
来协助的，那我们会全力的来协助哈，因为我们也有一些的，我们也有这个工研院的技术团队哈，那随时跟我们那个团队能够联系，我们也有太阳能的阳光屋顶百万座的这个推动办公室，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那个办公室来做协助哈。那我今天非常感佩的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业者来，有冒顶的，是大家给他们鼓掌。你们的这个刚刚我也上过课，我也听到半堂课了，讲得非常精彩，讲得非常好，真的我们台湾有你们，真的是我们觉得感到非常的骄傲，因为我们的太阳能板在这个在整个全世界的排行，我们是第二名的，第一名是中国大陆，我们是第二名，但是我们的品质是比中国大陆好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仅是说我们自己的太阳能板我们要做，我们要用自己的产品，好，虽然贵一点点，但是它的品质保证的，品质做保证的，品质做保证的，好。所以刚刚茂迪也提到说他们真的是零灾害，我非常听得非常的感佩。那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些的公司经济力公司，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来，能够来协助我们这个部落能够完成这样子的期待哈。那希望等一下我们的接下来的一些的活动也能够顺利成功哈。现在看起来雨也停了，也知道我们也差不多了，所以也凉快了一些，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做一些的活动，户外的活动哈。那今天我们也预祝今天的这个活动能够成功，那谢谢大家今天的邀请，非常谢谢。我们谢谢副局长这一番给我们的鼓励啊。那我想，副局长的时间有限啊，他马上又要离开了啊。那我想，我们是不是要开放这个时间，大家一边用餐，一边大家把各位宝贵的意见来请教，啊，我们的长官来给我们一些答复，是不是这个时间啊开始？开放给大家，你们啊，副局长交代啊，不要那么严肃啊，聊天的方式啊，我们这样感受副局长啊，一个诚意啊，大家一边用餐啊，一边用聊天的方式来大家座谈，谢谢大家，就以下的时间呢，开放，谢谢。没有，你要抢麦克。我要讲话。我们那个徐老师啊，百合绿姐姐啊，资深姐姐。大家要轻松嘛，对不对？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嘛。那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怎么来个小蔡英文啊？对不对？哦，真的很惊奇哈，哦，呀，发型啦，脸蛋啦，然后笑容啊，衣服服饰啊，都好像，所以就用这个来，大家很轻松的。那么这么严肃，这么可爱，我真的是，因为我们年纪，我想我跟我老公的年纪是最大的，我们真的从40年前就开始为整个地球的生存，真的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就是那么紧张，对不对，两个？那么的关心，那么的关切台湾这一块我们的美丽的宝岛，真的讲的都想哭，所以说要轻松。然后今天可以来这么小小的部落，我们从这么小的地方我们来做自主开始，对不对？然后整个的台湾可以这样，所以能源局好，那个早上敏科有跟我讲，他说我们要多一点经费，好不好？小的部落，然后呢，大一点点经费，然后我们就来把这个地方弄成台湾的模范，好不好？我们这样子的开始，谢谢你，小蔡英文，真的吗 ？Surprise！ 待会儿要跟你拍个照片，好吗？待会儿要跟你合照。其实我跟蔡总统是同年同月生。我已经70年了。
反而叫他师傅，师傅好，他叫我们叫他姐姐就好，不要叫师傅。好，我不知道各位还没有什么想发表一下，麦克风一下。好，没有，我很多话要讲的啊，留给你们先讲吧。我是在想说这个。这个部落哈，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社区主义，是全台湾第一个，那台东县也是第一个哈。那时候的村长哈，是我们苏金成，那时候未婚年轻的时候哈，开始发动。那这个发动，这个就是爱自己的部落，哦。那经过呢，当然也不是说那么顺利，但是这个部落呢的内驱力一直都很强。所以呢，在部落会议里面，我们看结果哈，这个部落会议有在正常运作的还不多啊，他们这个部落算是运作的还不错哦。所以我们呢，针对议题啊，像这个能源议题啊，我们开过谈3次部落会议谈过了啊，第一次是前年的这个5月份啊，第一次提出来讨论。那所以这个等于是部落的共识，所以刚才我们那个徐老师哈，对我们师母哈，他讲到这个事情啊，我在这边也20几年，就从1995年啊社区运作到现在，那我觉得要把它变成一个典范社区，令人的典范社区，应该很有机会啊。这个不是一个善善的社区，它是已经有内驱力过了啊，它已经算是我们在说社区运作是比较成熟的社区。做完结义要把它实践是有能力的，啊，那但是呢，我们知道社区是完全以现在来讲，公法人也没有成立，啊，还没有成立，原民会还在努力。那社区就有社区发展协会可以对外拿一点经费，啊，那社区也没有自己的经费，啊，是在乡公所。乡长会来吗？等一下，哦，会过来的啊，那所以呢，我是想说，刚才能源局在这边，能源局如果说需要做一个示范社区，我觉得这个部落是可以做到的啊。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刚才麦克风啊，或是冷气，这里也没有冷气啊。因为我在想到说，我们如果说装太阳能4kW下去之后，我们把它改善一下，让它也有冷气啊。那甚至呢，可以说整个社区有几个地方做出一个所谓的能源教育的社区啊。那这个是要一点经费啊，那因为晚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就是我们理事长会 call 我们的很多人来这边听说，要装太阳能板的啊，以我的经验来讲，有人在这边那么久啊，那会很多人哦，一下子可能就是几十个啊，几十户开始哦，这个事实上这个很快就达到，在全国里面可能是以社区来讲，它可能是很快就达到那个。就是说第一名啊，那个社区的装太阳能的那个比率啊，还有发电量啊，可能都会很快就出来了。那如果出来之后我是觉得真的也是值得的啊，作为一个教育的，可以对外来做教育啊，这一部分的经费啊，就值得来跟各界尤其我们能源局啊，像我在环保方面以前有环境教育啊，那环境教育他就会挑一个几个示范点，那给他一些机会，让他去做教育。以后呢，还有能源解说员，还有什么的哦，这些都变成是一个配套啊。以上呢，我是这样建议说哈，我们达鲁马克社区未来哈，可以成为一个全国哈。你现在跑第一了嘛，跑第一嘛，先跑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说把能源教育嘛变成全国的一个典范，以后人家西部到东部来，未来顺便来这边看一下，一个小时也好，半个小时也好，他回去之后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新的达鲁马克的这个绿能社区出来哦，从这里算是我们的起始点了。我也谢谢台湾环保联盟哈，愿意看上这个地方。好，那我就讲了很多了哦。你们一边吃饭，有一些人要回应的哦。我知道我们那个推动小组的召集人哦，有多话要说了啊。是不是我们那个他的著名名字叫郭国林啊？我们理事长，欢迎我们前理事长为推动小组的召集人啊，吴建德。各位午安哈，一边吃一边在这边听。
教副局长哈，还有刘会长啊，我们理事长，还有教授哈，刘教授，以及所有在这里啊，也谢谢我们茂迪护士哈，啊，能够监督我这些啊太阳能板，啊，他听说还有十个板子哈。还多了十个板子哦，还需要继续在各部落如果有需要的地方，还会再装设哦。真的非常谢谢，我在这里真的感谢你们哦。还有来这里啊，所有的教授啊，来跟我们的陈教授也在这里哦。张教授也在这边哈啊，所有我们主人还有我们媒体哦，真的感谢来到部落这个力量哦，应该是我所磨者的哦，专门来替部落找资源哦。当时是我是参加这个什么原住民自治，然后上了两堂课啊。第一堂课是我是跟我们城市的代表哦，就是现在的理事长，我们在花莲啊，就上这个什么原住民自治。后来我就是培训到原民会啊，做一个种子教官。那我当时任你是村长，我认为哦，很多社区的资源呢非常丰富，尤其是山川流水，还有一些自然生态哦，资源非常丰富啊。我就写一个计划，102年写一个自然生态的那个保育，就是水流的生态啊。结果县政府跟原民会啊打下来，他说我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哦。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推动下去。我只是把要所有我们自己的资源哦，要呼吁这个我们自己的稀有的生态来做一个在地的产业哦，做一个生态旅游。我主要是目的而已，增设什么游戏区啊哦，增设一些让游客可以游玩的地方哦。那时我也是。理事长，我是兼任理事长，我就在这个部分，我非常非常难过是，为什么我们其他的部落都可以推动生态保育，哦，还有可以收回，啊，为什么我们部落没有办法？我就请教刘教授，他就跟我讲，那这个问题哦，我们就看看溪流好了，啊，就是这样子跑溪流，看看生态。看看，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有两条溪，一条是哦，我们讲说马格保尔，马格保尔就是像现在的利加斯、利加溪，还有一个是大南溪，两条溪流。那我们这个马格保尔这边呢，就是都是有15个蓝沙坝，阻截一些那个鱼类到这个什么海边来回流。那我们大南溪呢，又有个水力发电厂。水力发电厂高也差不多15公尺，那鱼类根本没有办法上去，那我们只是用坐直升机的方式去来护渔。那我跟刘教授就带我们去看这溪流，溪流以后就没想到我们就跟台湾环境联盟又搭上来了。后来我们也是到立法院清醒楼那边去跟田秋瑾立委，还有几个立委也讨论这些有关于我们的部落有川流式的水力发电厂。那我们的故事呢？什么拉赖？什么拉赖就是太阳神的孩子哦，太阳神之子。那这个故事我也传给他们，又是文化啊，又是水力发电厂，又是文化，也是我们日本时代的所遗留的遗址。也是在这里啊，就是因为水力发电厂为什么存在这个地方，它是要维修二战时期的时候这些飞机损坏的哦，它怕是在这个什么平原在机场它会被美军轰炸啊，所以做一条到部落的那个什么铁路哦，就是要维修这些飞机，又到山洞里面，日据时代有37座的那个什么防空洞也都还存在哦，那就是这样子，就做这个水力发电厂来发电，这光能就是要使用，要维修这个什么飞机啊，维修完了又从这个地方用
啊，这个铁路又输送到飞机场，再起飞，再去上阵。所以我们这边来想一想，我们这个资源非常丰富，不管水还有山，哦，都非常丰富。那我呢，我本来我们这边也有叫做驼，驼的名字是我们从最高的海拔哦迁下来到这个什么驼，因为天气太热，那个名称叫做驼。驼的意思是说熟的东西啊，啊熟的东西就是从日光照，从开始日升一直到日落嘛，一直照在这个什么这个部落啊，所以这个我们当时在驼的时候就迁移到这个伊拉，叫做这个地方叫做乌拉明啊，乌拉明啊是东野部落，那边伊拉部落哦迁一直迁过来这里，那为什么不能住居住在那个什么驼？像刚才我在讲非常热的地方，那我在想，我也想到啊，这个也有水力发电厂啊，如果在驼这边可以设一个公民电厂，是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个太阳能，我的构想很简单，我认为说日据时期的那个什么宿舍也差不多有2分多地，那这个两个水力发电跟太阳能能够接收的话，就放在这里做变电所，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叫什么叫做电业化了，我们要改造说我们自己电力我们自己使用，我强烈讲说什么叫电业化，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利用，那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又找不到钱，哦，又找不到，因为太阳能的经费就是哇好高，他说一天我就是要6万多块，哇高，我们部落又从哪里拿这个钱呢？那我在想说，那像是找这个什么农村再生，那农村再生好，我们就尽量快点上课，把上完整的农村再生，也可能有4000到5000万哦，能够像给部落做那个什么太阳能，啊，能源局也我们在立法院也是那个好像是科长嘛哦，也有来，他也答应可以协助部落，我也是也很高兴，因为联谊会也有在。人民会说也愿意帮忙，愿意帮忙做利能社区，所以我开始从那边就又有那个力量，又开始在推动，啊，就跟着哦啊秉坑啊哦我们秘书长哦，还有我们刘金秀我们的会长还有刘教授哦，还有几个教授我都忘记哦，我比较记人家的那个什么名字哦，但是我是很感恩的。啊，这样子一来一往，一直在台北，哦，一直到部落来说明。但是部落呢，最大的弱势地方就是，哎，装太阳能要花钱呢，哦，就是这样，他不敢装，也不敢来听，哦，啊，我的想法就很简单，刚才讲说，我们要做公民电厂而已啊，就是像政府啊，头目好，我们古头目哈，啊，欢迎。老婆妈妈，来，这跟我在讲这个也就很简单，公民电厂希望给我们啊部落有一个太阳能，有水力发电厂来提供给部落做一个能源自主的部落。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的乡长也是徐乡长，也是民进党，他也是全力在推动这个。那我也跟他构想，给他讲说，那部落的公共的建设啊，上面是不是也可以搭这个太阳能？他全然就同意，非常好，可以，因为这些财产是属于变电乡公所的哦，本来是部落的，因为后来这个原因就变成属于乡公所。我们那边也有1800平的那个什么建地。哦，啊，这边差不多也有150平，如果建起来的话，就相当可以在部落里面可以提供电力了，尤其是大南国小也同意来装这个什么太阳，现在教会也有，教会宣礼教会他也是愿意来装这个太阳，这样子慢慢来，我们先从那我的构想是。我们先从这个什么公共空间先去装设，或者是做一个什么示范，那部落里面就会跟得上，
因为部落的人还搞不清楚哦，每次讲他们也是讲到贷款，他们就不愿意再装啊，讲到要去人拿钱了，他说这是赚钱的东西，他不可能，他不会这样想，他只是说这样会影响到我的家庭啊，所以他就没有再啊跟我们接洽，只是我们在推动委员会，哎，经常会大家一起开会来一继续来推动，先从我们的这个什么公共建设这个哈、哦、公共的建设这个哦空间啊、哦、先做，做完了慢慢给部落让您去了解，那非常高兴哦啊，今天呢哦能够装这个太阳能哦，这个一 k 瓦吗？啊四 k 瓦哦，四 k 瓦可以装在我们这个日照，这个我们这个什么老人日托，我们都习惯说老人日托，也可以长照的那个什么据点也是会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村办公处哦也可以，因为它有也可以装冰箱哦，也可以这个什么一边我们这个什么电风扇哦，还有电这个灯光哦能源这个哦啊能够给他们提供使用啊，真的我在这里哦真的还是只有一句话，马拉那布尼米卡说白了拉德萨，我的意思说非常谢谢各位到部落来。也为这个能源哦，来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有时候不对的地方哦，请各位原谅哦。来来来，非常谢谢我们的前理事长。听到这段话，我有现在有两个想法，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我们也许也可以做一些的讨论哈，目前我们现在推的这个再生能源哈，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在太阳能的部分，我们最缺的就是找地，到现在我们找的地还不够，我们未来如果需要的土地是20000多公顷的话，我们现在只有找到5000多公顷哈，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部落这边已经先沟通了，大家都有这样共识，也愿意提供一些的地来做太阳能的话，那其实也让我知道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中央比较困难的就是说，私人的地我们很难去整合，因为有太多的地主，假如我们这边有共识的话也让我们知道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在推太阳能，我们其实未来的这个所谓的business model， 就是说我们的那些的推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的自己花钱来买太阳能设备，然后我们享受20年的那个卖电的那个利润哈、哦。那刚刚有讲说现在是6年回收，已经比我们以前的讲法那是自用，是自用的，自己使用自己发电自己用，就六年就哎对。就6年就可以回收，那如果卖电更快？哦，卖电没有，卖电大概12年。卖电12年。对对对。哦，自用反而比较快。成本不一样，电少了很多费用。哦 ，OK， 好。所以大概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如果你可以自己做。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你把地租出去，让我们的所谓的 PDSCO， 我们的能源服务公司进来，他可以帮你做，但是他付你租金，每个月按月付你租金，这是另外一个方式。但你就不用去烦恼说我的资金不够，我还要去贷款，这些问题，还有技术上面的问题，我要怎么去维护？那个都是系统厂商他们会帮你们处理好。你只要每个月固定拿租金，这是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我们在各地，尤其是南部的几个县市，我们都推得非常好，推得非常好。那系统厂商也非常愿意做，因为大家互利嘛，大家共同，大家互利，所以这个是双赢的一个政策，所以也是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说假如我们都跟居民都沟通好了，如果我们有一块地想要做，其实我们这边都可以做建议，看看你们用什么的方式做对我们社区最好，对我们的部落最好，这个是一个方式嘛。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已经有共识了，那如果我们要推示范社区，那其实能源局可以来做这个部分的协助，好，对对，做这个部分的协助，那可以我们继续，我们再来，以后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怎么样去推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
的问题，后续如果可能有一些的的问题要去解决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解决哈。那另外我可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有共识，就是我们的部落其实未来可以发展成一个观光的地方，那我们可以以这个能源的示范社区来吸引一些游客过来参观。那我们可能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就是我们可能如何把这个地方把它建设成有这个观光好、哦、有观光文化还有能源科技这样相结合的一个观光的设立，那将来就会吸引很多人来模仿来这个参观。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对我们这个什么部落未来的一个建设是会很有帮助的。所以大概我刚刚听起来大概有这两点跟大家来分享，那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我想我们的族人啊，我们部落的有几位年轻人啊都在场啊，在还没有请他们讲话以前，我们很高兴啊，我们部落我们达鲁纳的部落卢凯族一个头目叫古头目，好，我们介绍一下，请古头目上场。谢谢。那古头目也莅临我们这个会场啊，那是不是这个时间继续请大家来做座谈交流。队长，还有理事长啊，黄木啊老师，对，还有同学啊，各位同学，对，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很肯定副局长来这边走一趟，因为哈、哦、很多事情你没有看现场，你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假设我们等一下希望活动赶快就是记者会的时间尽量就是精简，对，那如果有可能在分享会回去之前照一下部落。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资源是多么的丰富，它的那个人文历史的资源是非常丰富，所以其实未来如果能源局把这边当成是一个那个重点的那个的推动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像 COP 每次大会拿出去，我们都可以横着走，就是我们在任何国际上的那个能源展啊，我们都可以很得意的，就是在国际上我们台湾这个案例。因为我们台湾要去跟中国拼那个大面积，我们没办法。可是我们有日本时代的那个水力发电厂还能用，那我们这边有上千年的卢凯族的文化，然后我们这边有台东大学的学者，然后有台东专科的那个学生，好，那可以变成是一起来这个部落把它建设成那个100%的再生能源。那假设我们以飞鹤家园的那个十年来看，我们未来有十年的时间达成飞鹤家园。可能要一步一步的来，对。那像这个地方，假设真的做起来了，我们的其实另外一个目的是，我们的厂商到国际上去，要去跟其他国际上的厂商竞争的时候，其实光这个部落的案例就可以帮我们台湾的厂商带来很大的效益。所以它其实是，而且太阳能就是刚刚已经有讲过，可以赚钱嘛，就真的可以赚钱，就没有别的。就是为什么请那个这么多厂商来，就是其实证明说装太阳能其实是可以赚钱的。那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是，真的可以赚钱，所以有很大部分赚的钱都是在大公司手上，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看那个学校的屋顶有没有，那个都是什么李长龙化工啊，然后比如说大同公司的，他们赚走，啊，他们赚走的钱从哪里来？还是我们人民缴电费给政府，然后政府再拿我们的电费去给那个大同公司他们的太阳能的，对，那为什么变成是我们人民社区自己把那个自己的钱赚回来？就把那个再生能源的那个利润留在我们的社区里，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是未来能源转型的一个关键。因为如果永远只有那些大公司在卖电赚钱，然后把我们人民对于再生能源会没有感觉。我常常反正我搞不好还会埋怨说，因为就是你们让我们电价变更贵。可是当我们的每一户上面都有太阳能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能源就会很有感觉，就我们在要做节能，配合经济部能源局做一些节能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比较乐意的配合，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想说，是不是第一步是有没有可能协助这边看看，因为这边其实部落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或许可以有一个小小的
小笔经费让他们去做调查。比如说像刚刚副局长讲的说，他可能有很多种模式，一个是租地的模式，一个可能是贷款的模式，甚至一个是自己出钱自用的模式。可问题是这东西 要去做一个盘查，啊，以环保联盟没有，其实真的没有这个那个。说真的，这个营队的经费筹得非常辛苦了，就是以我们来说是已经就开玩笑说要去卖肾脏了这样子。那可能对，就是自己有办法，就是简单的出起一个小小的预算，然后让部落至少这几种模式可行的，比如说有几户是可以有土地的，哦，那有几户是屋经济比较好的，他屋顶是合法，他愿意直接跟那个系统商合作就去架设的。对，那对，那可能这样盘点出来之后，就是在推就比较快。对，在就是在说，当有优秀领袖，我们只告最后面非常优秀的，就是他搞不好可以帮忙，就是来社区做一个这个方面的工作这样。对啊，建立你看那个非常，我们绕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然后啊，有一个哲学家说，就是不知道谁说的了，就是我爱老师，可是我更爱真理啊。所以有时候老师说我还是要纠正一下，不是、啊、不是、啊。部落是我们非常谢谢部落，就是看上环保联盟，就是愿意让我们可以进来，让大家做一个这样子的尝试，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如果可以推动的话，对我们台湾整个的绿能产业，对我们飞鹤家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样，所以我们还是谢谢部落，就是让我们环保团体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做这个事情。这样，啊，先期的那个调查，我们真的说真的，可能可以。调查，但是又要再卖另外一个肾脏，又一个人又两个肾脏来，对啊，所以就是拜托那些那个帮忙这样。我想我们已经筹备了两年，然后第一次是来勘察第一年两年前，然后再来就是营队嘛，啊，营队今天要进阶营队。那我们这种训练呢的部分呢，就是说让大家了解这个绿能的部分呢，我们也差不多做，也差不多了啊、哦。那接下来就是真的要下去做，就像刚炳恒讲的啊、哦，我们要开始下去做。但是开始要下去做呢，这个呢需要的那个资源呢，比我们前面那个我们只是用脑筋怎么去找人去宣传这样而已啊。好、哦，那现在呢是开始要像刚刚讲的。要派人，要聘人来做一些工作了，直接就去调查等等啊。那我是说，人员局在这一部分如果能够支持的话，好，那我们在请厂商呢，看我们一起来跟这个发展协会呢，还有环保联盟呢，我们一起来写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然后我们怎么把这个绿能在这个部落啊，在这个部落把绿能百分百的这个。实行哎，那个行日程啊，哈、哦，把它 SOP 嘿，把它弄出来，弄出来呢，我们就一步一步去做，这样子啊、哦，那是不是可以请呢，在这一部分呢，先给我们帮忙一下，这样子，可以吗？好，非常谢谢刚刚两位的一些的想法啊，哈、哦，那但是因为我。因为我今天不是局长，因为我是副局长，所以我还有一个上司，所以我回去会把大家的想法跟局长做个报告。好，那我们可能现在可以先做的就是我们阳光屋顶百万座的办公室，他们可以先来跟大家谈的。哦，他可以先来跟大家谈，嘿，因为再怎么样的事情，可能要先谈，然后再看看明年如果我们可以。可以再怎么做的话，也是明年才有可能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先做前置作业，但是未来怎么如何协助的，也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协助的话，我们可能回去跟局长做报告。那有没有可能来有用一个示范的，用一个示范的这个纳入我们的示范的计划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要征得大家的同意，哦，就说部落里面的沟通可能就是要麻烦你们去沟通，部落的沟通我们都已经沟通好了，是，就是化学协会是，好，所以我大概就是说跟大家说，
回去会提交报告，好，然后再跟再跟大家做说明，好不好？好，谢谢。譬如在今年的七月的18号吧，19号左右，上个月我们的收获节前一天、前两天，我们在我们的收获节的广场，架设了4K瓦的太阳能板，在那个整个部落的祭奠里面，让族人看到我们的决心，我们真的推在一步一步走来。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初我们会议的决定就是要架设这个太阳能板。先架在公共使用区，让族人们看到啊，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计划，是怎么样的一个工程，我们顺便也做一个宣导。那我们第二阶段呢，今天呢就在这里，我们也开始来行动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呢都有在进展，但是对我们族人，我们所看到的啊，我真的要讲，也谢谢刚副局长说，真的要把我们的意见带回去啊。那一直走到现在来。中央级的单位，不管是呢都来过，感觉不出来。我真的要讲，感觉不出目前政府到底相关的部门。那我们这个绿能100%，我到哪里都被问到，你们那个进度如何了？真的有时候开不了口，已经2年了啦。真的，所以这个可能走到现在来，我们部落里面呢都已经有很大的共识，而且我们部落的条件。刚刚大家都讲了那么多条件，水或是阳光，或是文化，或是人员的配合度等等，这些都已经到了第一阶段的这样子的磨合，都已经没有问题了嘛。那现在就是经费上面、技术上面，那怎么样子在公寓的公共的场域上面来架设？那另外一个就是个人的不管是要卖电还是自己要发电，那个这两个。同时来进行，也让部落的居民呢有选择了啊，这样那这个部分的话，那之前呢我们有提到水保局的这个农村再生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农村再生呢，应该就是要用到刚刚我们讲的人力的培训啊，人力的调查啊等等这些，那技术的部分，我相信这个可能水保局的这个农村再生。像架设这些太阳能板，我不知道硬体设备还有设施，它可以有这个从这个经费里面可以做吗？这个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我是抱着一个怀疑，因为它是补助型的一个活动型的计划型的，那这些资本们的一些，它可以从这里支出吗？这个我是不知道的，将来我们会面临到这样政府财政上面的运用的。这个情况，那太阳能板的设施都是设备嘛，那农村再生的钱就可以用在设备吗？这个倒不晓得了哈。不过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一定会碰到这个困难。那这个业务的话，那是不是就会到相关的像能源局还是哪一个部门啊？这个可能对我们部落会更直接的有政府的专案的计划。变成是一个全国的一个模范或者是一个例子甚至于呢在其他的部分也可以同时的来进行。其实呢在我们部落里面除了现在的水利还有他们就我们部落过去以往讲到植物的那个我们部落也有多少一点经验，只不过那个经验是只是采集啊，譬如讲以前呢都会收集那个蓖麻油，那从日据时代我的蓖麻，蓖麻油，然后有人收购，那就是做油啊。那还有
麻风树啊，麻风树的纸也可以拿来做。那麻风树在我们部落来讲，我们用麻风树也是提出那个油哈、哦。过去传统文化里面是去做兽皮衣，把那个兽皮哦，把它软化，那就是取它里面的油去做这兽皮的衣服啊、哦。那个蓖麻油也是一样。所以这两个植物呢，对我们部落来讲的话，过去以往呢都有种植的经验、采集、采收的经验。如果说从这个地方也可以变成是一个生产能源的话，那我们部落这个方面又可以再加强结合，要多了一个能源的一个提供嘛。所以我想呢，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子哈、希望这件事情呢，真的有我们这个能源局哈、赶快订定出，哪怕明年啊订定出一个专案，针对达鲁马特的这个绿能百分百提出一个专案的企划，这样的话更能感受得到，而且呢，我们部落呢又可以马上就全力来配合，不然的话再来一个一年，再来一个两年哦，可能枝文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哈、哦，见山不是山了，到时候这个企划呢又会就不了了之，对我们部落也是伤害啊，对我们努力的这里这么多的志工也都是一种遗憾啊、哦，谢谢大家，谢谢吴经理。社区总体营造，我们社区营造的概念自认为是，就像一个九族文化村那去建设我的部落那个概念，把很多的经费都依注在计划书里面。哦啊，刘老师一直陪伴到现在，结果社区营造我们中央的官员都来了，结果区区最有1500万放在部落里面，啊，都是一些计划书内容。那呈现的东西也只有我们，大家进来到凤新村，那是社区总体营造的经费哈、哦。那我讲很大的20年前的变革叫做社区营造，但是至少也让我的族人哈、哦，大家看到很多照片哈、哦，以前我的鹿台族族人那个年代，20年前的时候，是穿着自己的服装，不敢走出门给人家亮相，给人家看到。但是20年之后，因为这个营造的一些素质的提升和自己民族性的提升以后，这个族群就勇敢穿着服装，哦，走出大门，参加很多的机会，甚至走出外面，包括青年团、男女都一样。所以呈现的成果，我们是很乐意见到是这样那个民族性哈。那20年后，现在看到了，依然就是刘九奇老师陪伴大家哈。哎，我们来给他掌声好不好？其实这个再生能源百分百很大的那个面大的触角点是计划。有一次凤凰台风，几年前把台风的一些溪流，包括台电电力公司东兴电厂的南水坝都是积满了泥沙，连防空洞200公尺的防空洞全部都泥沙。结果我听到的消息，台电公司不想要这个电厂，几年前就一直跟我说，县政府也不要，说这个电厂我不要报废给你们去利用，乡公所也不要。我用这句话跟刘老师讲以后，还有秉恩秘书长，那个敏感度，这两个人的敏感度就很犀利。这个溪流生态，既然台电公司他因为发电的因素不可能影响生态，因为那是川流式的。没有影响生态，而且它能够发电。他们既然台电说赚不到钱，那何妨我们来自己社区来利用，就开始这样的过程。我就直接，我们没有经过申请，台电公司，我直接叫几位开门，用我的关系，你们我们就进去了。哦，啊，就配合的人就来了，因为我很熟悉那个电厂，我是算是解说之中的训练过的人。就像一路麦城来，
然后也到台北啊，这样的过程，其实我那时候期望也没有很大，就一下社区总体营造呀，我很大的期望，我那时候担任村长，很大的期望，结果是漏风的，没有东西的，但是实质的东西就是让部落产生了自信，我又油然而生说，哎，那我试着再去配合，一直陪伴到现在，那所以，而且副座就是副局长哈，那个期望就是。部落的变革，二十年前跟现在二十年前那个一个大革命啊！我希望我的部落，在里面允许能够全力支援下，变成台湾第一座部落或是社区型的那个绿能蓝白部落，让这个部落刚刚存在的文化，水利电厂，那个电厂跟我们部落是很息息相关，而且是那个土地还是我部落的资产，原住民保留地啊。那希望能够包括太阳光电、水力发电，然后部落透过两次、三次的部落会都能够一致决议，促成这件事情能够大大的支持我们一些机会的益处哈，让我们部落几年后当我们已经老去的时候，我们曾经给我们指出一些什么东西哦，然后推展很多观光产业、观光事业，活络我的部落，这是我的期望啊。以上，谢谢。刚有说农村再生有没有？然后农村再生就是他们之前有一个案例，他们补了一个这个东西，很可怕，它叫石目鱼小子，这个超可怕的这个，这个案例才解报完，然后后来拆掉。哦。看到吗？石目鱼小子长得跟鬼一样，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给我们部落，我们可以大概做一个石碑王看一看。然后对，就这个。他们竟然补这个，然后这个东西如果给部落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十个随便一年大概可以卖8万，没问题的，一年卖掉就8万，我们就装上面，然后我们那个活动中心的老人家吃饭都不用钱，有可能啊，真的真的有可能。所以其实政府不是没钱，那我们这个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关键的意义，是让我们社区试着说怎么样去跟善待各部会的钱，捐款取很多钱，原民会也有钱，环保署也有钱，对，但是我们其实说真的，环保团体。抗议比较专长啊，可是做这个计划大概就是有点困难，就会有问题，就或许可以有一点跟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像，就是开玩笑，不是大家会去借那个发财金有没有？那过年会去拜拜借那个发财金，就是一点点前面那个，那怎么样去把各部会的那个四散的东西整合进来那个计划？其实人民局或许不用出到很多钱，真的，到时候你就是让我们协助我们去把他们的情况。那个，其实这个是农村再生啊，因为你那个都已经有太阳能结合温室都可以做了，为什么不算农村再生？农村再生请谁保全？哎呀，就好嘛，就是刚刚那个很可怕的石目鱼小子，就后来做上去又拆掉，花了100万，没什么屁用的，都可以补了。对，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英国有一个那个农村能源发展基金，就是乡村能源，乡村像部落最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所以很容易断电。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让它有一个能源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所以那它同时又可以促进农村的那个经济发展，所以这部分未来我们也是可以试试看怎么做。因为我们可能记者会也要考虑，趁没有下雨的时候赶快上去施工，要不然等下又下雨又不舒服。好，谢谢老师，谢谢。